陳奕迅演唱會嚟到第24場，仍然有好多圈中人排住隊嚟捧場啊！好似有甄子丹同太太汪思思、吳君如、陳可辛一家三口、温碧霞同老公、洪卓立同女友劉桂恆、曾比特同女友、吳業坤同太太等都有嚟捧場。唔知係咪天氣影響，喺彩排時 ，Eason 發現聲線有啲問題，令佢驚恐發作，擔心會失聲。但好彩正式演出時 ，Eason 依然保持水準啊！今日咧晏晝彩排嚟到呢度嘅時候咧，我嚇到嚇死你，對唔住啊各位，嚇死大家！我淨係唔想唱啊嘛，好驚我冇聲。唔使驚。咁啊，當然我哋有現代嘅科技係好好嘅。咁我都冇去打針，因為打針都好傷啊。咁啊，即係拍咗少少一兩粒藥咁啫。咁啊，你而家梗係話唔會啦，你聽完咯。你試下頭先無端端你排咗落，跟住退飛換棋，唔係吧？你啱啦，你睇咗咁多場，有啲第一場噶嘛？我你第一場，你真係好愛我。嚟到 Encore 環節 ，Eason 揀咗自己近年最愛嘅一首歌《相信你的人》，佢更一時感觸落淚啊！呢隻歌我好想送俾大家。呢隻歌其實係我係 suppose 俾呢個樣嘅，因為我廿幾年嚟其實係我從來都唔會俾呢個樣子大家睇嘅。唉，收家，失禮，係咪要收家？係啊，我通常淨係帶歡樂同埋憤怒嘅啫嘛，我冇哀愁，啲哀愁喺曬啲歌裏邊。Anyway， 好想，其實呢個歌陪咗我喺呢兩三年比較一有唔開心或者比較迷茫嘅時候咧，或者脆弱嘅時候咧。呢隻歌係俾到好多勇氣我，好多好嘅力量，所以我今晚特登送俾大家。你也需要一個相信你的人，暖暖看你不同於人們的眼神。演唱會當日 ，Eason 派咗隻新歌。佢除咗同 fans 一齊欣賞呢首歌嘅微電影首播之外，當然唔少得獻唱呢首歌俾大家聽啦。隨鏡花，一切如盲婚瓦嫁，作得準嗎？無謂千分轉嫁，無謂朝分改嫁，忘記他，拋棄遺傳密碼。